Last Explorer 是一款非常简单小巧的 RPG 游戏，玩家扮演的勇者会在方格地图上穿梭，击败路上的敌人，好往下一个阶层迈进。战斗基本上是自动进行，但玩家可以消耗 SP， 使用装备上的技能轻松解决敌人。在地图上探索时，玩家还有机会找到宝箱，虽然不能马上使用，但只要能够带着他们打败关卡 BOSS， 就能够取得宝箱内的装备和道具。努力打怪找宝箱，让勇者能够持续生存下去吧。